明代著名学者何良俊说，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也。这个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说的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赵孟頫开创的回归魏晋、回归传统的书风，一直影响了中国书坛几百年，直到今天，他的影响依然存在。赵孟頫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文人，他的书法潇洒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他的绘画开宗立派，是文人画派的一代宗师。他通音律，著有《音乐专著》。他的诗文清邃奇异，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元代诗人杨再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赵孟頫在书画方面的名声太大了，以至于遮掩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名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后却一直存在着誉之甚隆和毁之甚烈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那么为什么在赵孟頫身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赵孟頫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公元1279年，忽必烈终于对羸弱的南宋对峙的局面感到不耐烦了。蒙古铁骑侵入临安，以摧枯纳朽之势一举灭掉了南宋。建国120年的南宋宣告灭亡，忽必烈将国号定为大元，自己做了元世祖，次年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需要推行一些政策，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对原来汉族地区的人和他进入中原以后实施统治的这些人统一做了一个分级，分成几个等级来对待。第一等当然就是蒙古族人，因为元朝就是蒙古族人为主体建立的。第二等人是色目人，也就是西部的少数民族。然后第三等是女真人和当时在女真的统治下的北方汉族人和契丹人，最后一等是和元朝对抗时间最长的淮水以南的南宋时期的汉族人。这样的一个民族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会激化矛盾，会加深汉族的知识分子亡国亡族的这样一种痛苦。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赵孟頫的血统是正宗而高贵的，他是赵宋王朝的后裔。他的十世祖先可以追溯到宋太祖之子8000岁赵德芳身上。虽然出身高贵，但赵孟頫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在坎坷忧患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官至户部侍郎，优越的家庭环境给了幼年的赵孟頫以良好的文化熏陶。不幸的是，在赵孟頫11岁时，父亲便去世了。赵孟頫自幼聪明，读书过目成诵。14岁时，赵孟頫便担任真州司户参军。他把这个职务看作是报效朝廷的机会和实现抱负的起点，但南宋王朝其实已如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他一心想为之效力的朝廷已然是风雨飘摇，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已经托不起赵孟頫的梦想了。随着南宋的灭亡，赵孟頫不得不闲居家中。在闲居的日子里，赵孟頫苦研学问，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与赵孟頫同时代的戴表元这样记述：子昂未若冠时，
初雨已旌旗里中如仙，稍长大而四方万里众构以求其闻。车马所至，田门清郭，得片纸之字，人人心切意满而去。这就是说，赵孟俯在不满20岁时说出话来，已经让家乡的前辈大儒感到惊奇了。他的书法更是闻名遐迩。为了得到赵孟俯的片纸之字，人们不惜路途遥远前来求购。能得到赵孟俯的片纸之字，就感到心满意足啊。赵孟俯所生活的吴兴呢，是南宋的故地。南宋灭亡以后呢，这里的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反元情绪非常的强烈。鉴于这种情况呢，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到江南去搜访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委以官职。这样做呢，一方面可以缓和知识分子中的反元情绪，逐步化解民族矛盾，稳定民心，稳定江南。另一方面呢，江南地区呢，自古人才人杰地灵，大批的人才可以为朝廷所用，以解决朝廷的燃眉之急。忽必烈呢，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时的赵孟俯已然是吴兴一代杰出的青年才俊了。最先推荐赵孟俯出山的是吏部尚书嘉谷，他力推赵孟俯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然而这时的赵孟俯却无心在元朝做官，他婉言谢绝了嘉谷的推荐。他在赠别嘉谷公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青青蕙兰花，寒英在林中，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忧心。赵孟俯借山中静静开放的蕙兰花，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宁愿闲居在山林，也不愿出去做官的心情。然而几年之后，赵孟俯却改变了初衷，他没有能像蕙兰花那样静静地在深山中开放，最终还是做出了出山的选择。这一切与一个叫程巨夫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程巨夫在至元19年的时候，受元世祖的委托委派到江南去搜访才俊，在这个过程中遇见了赵孟俯。那么这个两个人的见面其实有一定的戏剧性。当时赵孟俯是被元兵抓住的，抓住了正好交给了程巨夫。程巨夫在跟他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正是自己所要找的江南才俊，然后就劝他，邀请他入朝为官。赵孟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很难现在明确的给他下一个结论，但是他当时是拒绝的。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他说尧舜在世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隐逸之势，那么我现在已经习惯于做这样的隐逸之事了，现在的朝廷很好，我不做官并不是因为朝廷不好，而是我愿意在这样好的朝廷下做像尧舜时代那样的隐士。程巨夫被赵孟俯的义气所感动，最终将他释放。但是赵孟俯这个名字却被程巨夫牢牢记在心里了。4年之后，当程巨夫再次受元世祖的派遣赴江南选拔才俊时，他径直找到了赵孟俯。经过程巨夫的再三劝说，时年已经33岁的赵孟俯终于同意出仕了。赵孟俯到达元朝的统治中心元大都后，立即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看到赵孟俯相貌清奇，气宇轩昂，忽必烈大为赞叹，以为是神仙中人。最高统治者的亲切会见，使得年轻的赵孟俯热血沸腾，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
赵孟俯表示，是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此时的他决心要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报效国家了。忽必烈对赵孟俯的礼遇啊，使朝中蒙古族的大臣非常的嫉妒。这对知识才华超满的赵孟俯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打击。赵孟俯渐渐觉察到，这个元世祖对其特殊的礼遇，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已。这种虚假的宠爱，却迎来众多大臣真实的记恨。赵孟俯很清楚这一点，他更加谨慎小心地在官场周旋，以求自保。他为了避免蒙古族大臣的猜忌和排斥，一方面尽量减少入宫的次数，即便入宫呢，和忽必烈谈话的时候也时常顾左右而言他，他不敢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赵孟俯也多次恳求到远离京师的地方去任职，以脱离政治的漩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赵孟俯终于开始对自己的出身感到懊悔了。37岁时，入京4年的他写下《误落尘网中，似度京华春》的诗句。其后，赵孟俯所作最初一首诗中，他内心的悲伤更是溢于言表。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谷雨已云然，见世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识字余，也幸其自保。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昔为海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催稿。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孟俯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想为国尽力，又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自己寄人篱下，虽然荣华富贵，却世事堪残。他像一只笼中的小鸟在哀鸣，只能任由毛羽日催稿。这种痛苦的心情无法向人诉说，因此只能从佛教教义中求得解脱。他拜高僧为师，与夫人管道生一同做了虔诚的佛门弟子。赵孟俯的痛苦并不在于他的怀才不遇，无时不刻挤压在他心头的巨石，恰恰是他太熟悉太了解的儒家道德规范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世二主的所为是与这个规范截然相悖的，他的心灵时时刻刻都在经受这条无形鞭子的抽打。在元代，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似乎能够理解赵孟俯，并对他推崇备至，但到了汉族重新统治的明代，对于赵孟俯的议论却越来越多。他不是一般的辩解，他是有几个特殊身份加剧了他这个人们对他这个辩解的憎恶啊，因为他是赵宋王朝的11世孙，他就是宋朝的皇酋后裔，是很近的一个孙子。他最后元建立以后，他就给元代当成这个，大家就不理解了。那就是不仅是不忠于原来，而且不孝。你把你祖宗嘛，也是中国忠孝节义4个字，他占了2个了，人家不骂他们是吧？这个从这点上我觉得可以理解。第二，这跟中国大汉族主义这个背景有关系，因为他投降的是元，是蒙古人。这个背景呢，实际上是中国延续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观念，所谓的夷夏之变。夏
指的就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族广大地区，夷呢是中原以外，在早的时候甚至是包括中国的东部地区，有一些地方都当作夷狄来看待的。那么夷狄和华夏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长久以来就是这个观念。所以孔夫子有一句话叫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就是夷狄虽然有君主，但是他可能还赶不上华夏没有君主的时候，在统治上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这个观念呢，实际上是造成赵孟俯的评价之所以会集中到这个焦点上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虽然衡量文人和衡量浴血疆场的将士标准不一，但是在历史上也不乏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事例。在赵孟俯出生之前570年的唐贞元元年，唐朝的三朝元老、光禄大夫、大名鼎鼎的书法家颜真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75岁高龄，抱着必死的决心，奉旨到叛军营中招降。面对叛将的威胁利诱，颜真卿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在赵孟俯去世220年之后的明末清初，福建的黄道周作为明朝的遗臣，尽管为官时因为直言被廷杖、被囚禁、被革职，多次受到崇祯皇帝处罚，但当清兵攻进北京时，已经身为庶民的黄道周毅然在故乡起兵，抗清失败，面对屠刀宁死不降。他和追随他一同赴死的4个学生一起谈笑自若，在南京引进就路，他们死的壮烈，博得了后人的称赞和敬仰。和颜真卿、黄道周相比，赵孟俯的行为自然就形同辩捷事敌、畏所无骨。赵孟俯的书法自然也受此牵连，明代的书法理论家项穆就曾以卫道的立场指斥赵孟俯之书温润娴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颜媚纤柔，书法大节不夺之气。清代冯班也说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这些评论尽管都肯定赵孟俯的书法是和王羲之一脉相承的，但同时又指出赵孟俯书法中流露出来一种缺乏气节、缺乏骨气的奴性。这一切的罪恶之源，就是因为赵孟俯天水之意却甘心酬禄。既然你赵孟俯是赵宋皇室的后裔，怎么能甘心时仇敌俸禄呢？明末清初的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他还是个医学家，叫傅山，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集中的对赵孟俯是否应该出山这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傅山本人是坚决不和清朝合作的。比较著名的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为了不剃头宁愿出家做道士，同时穿红衣服。为什么呢？朱衣，明朝的姓是朱，明朝皇族的姓是朱，穿红衣服，筑土穴，就土挖的坑。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观念中有一个五行学说，说明朝是属于土的，属土德的，那么他筑土穴表明我忠于明朝。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康熙17年1678年颁诏天下，令3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强行将傅山押送北京，
逼迫他参加康熙主持的考试。身至北京，傅山卧床不起，拒不参加考试。康熙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如此隆恩，傅山却丝毫也不领情，拒绝叩头谢恩。就是这个宁死不做大清官的傅山，在年轻时也曾经欣赏并学习过赵孟頫的书法。满清推翻明朝之后，国破之恨无法释怀，转而对世敌的赵孟頫变得极为鄙视，容不得赵孟頫的二臣行为。他告诉他的子孙说：“余极不喜赵子昂，博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五谷。”意思就是说，因为极端鄙视赵孟頫这个人，进而才鄙视他的书法。赵孟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的内心的凄凉、内心的矛盾、内心的困惑，乃至淡淡的负疚之感，谁人得知啊？赵孟頫他也是一个人呢，在这种时势之下，他不得不出，不得不出世。一方面他有才报、有智慧、有能力，赵孟頫是政治上还有才能的人，他有干才，有经世致用的才能，他不只是有书法艺术的能力才能，所以他一方面要为世所用，但一方面宋朝的王这个家国天下确实大势已去，这是他无力挽回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要肯定他，或者说宽容他，也可以认为他顺应了时势，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要是从传统正统的思想来苛刻的批评或者要求他、苛责于他，赵孟頫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是吧？没有气节和骨气，是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实际上是失了节。赵孟頫是无力改变现状的，他只能在诗文中感慨人世的艰难了。功名亦何有，富贵安俗计，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碧溪春水生，碧至行可碎，闲吟渊明诗，静学幼君字。这时的赵孟頫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古人的诗文，能够心目手追魏晋书风，寄情于书法艺术，已经成为赵孟頫摆脱内心痛苦的精神寄托了。孔子说过，说这个隐居以求其志，为文以达其道。那么隐居干什么呢？隐居起来了，一个朝代换了，改朝换代了，我不去做你的官，我隐居起来，我为什么？为了我的一种志向，为了我的一种思想道德志向，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什么呢？为文以达其道。赵孟頫就是后来这一波。元贞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赵孟頫借口身体有病，终于返回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寄情山水颇感自在。他时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活动，与四方才士常聚于西子湖畔，谈议论道，挥毫遣兴。在书法实践中，他极力推崇东晋书圣王羲之，他认为王羲之能够懂百家之功及众体之妙，而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地。赵孟頫以魏晋法度为书法艺术的理想境界，他说：“古法终不可失，得古法者品味自然就高。”所以说，
如果元代的书法潮流是复古，而高举复古大旗的这个人就是赵孟頫。在当时他恢复的那个传统啊，主要是一种魏晋的传统。应该说这个咱们书法的最早的这个传统就是王羲之、书圣为代表的那个魏晋传统。在王羲之这个传统呢，唐宋人啊给他做了一些改变吧。经过唐宋人的这个改变，到了这个元朝的时候，可是王羲之那个魏晋传统的那种书法风格就显得就比较薄弱了。当时所以赵孟頫在这时候起来呢，他举起的旗帜就是要恢复王羲之那个魏晋传统啊。所以赵孟頫的字看上去跟王羲之的字非常相似，所以就像前人听赵孟頫说的，是在形似和神似方面都像王羲之的只有赵孟頫一个人。所以赵孟頫应该说在这方面啊，他恢复魏晋传统这个方面对书法史上的贡献应该说也是不容磨灭的。大德三年，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官职虽然没有升迁，但此职并不需要离开江南。在这个职位上，赵孟頫一直干了11年。皇庆三年，随着仁宗即位，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元史记载，仁宗非常器重赵孟頫，他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张然，常载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仁宗皇帝把赵孟頫比作唐朝的李太白和宋朝的苏东坡。那么他今天拥有了赵孟頫，与拥有李白、苏轼的唐宋皇帝便没有了区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延佑三年7月，赵孟頫被拜为翰林学士、荣禄大夫，官至一品，备受帝王恩宠。至此，赵孟頫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然而赵孟頫面对功名利禄，内心的痛苦仍然不能缓解。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感慨万千，不禁悲从中来。吃豁铜头63，一生世事总堪残，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牙齿和头发都已经掉光了，在自己63年的生命历程中，除了书画尚可聊以自慰外，其他一事无成，令他感到惭愧。艺术它的成果的积累跟政治是若即若离的，有的时候在当代离时代越近它越离得近，离时代越远它越离得远。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又不应该去非议人家赵孟頫，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把赵孟頫定位为一个政治家，我们是把它定位为一个书法家。而作为书法，作为艺术，赵孟頫的这些人生经历恰好是成就一个艺术家最宝贵的阅历。因为艺术家最大的财富就是内心的痛苦愧疚，赵孟頫当那个官也当得不舒服，他内心肯定很愧疚，我不忠不孝啊，他可能晚上，我想啊，晚上对着他祖宗的牌坊也流眼泪啊。赵孟頫的夫人是著名的女词人管道生，她深知赵孟頫的内心痛苦，曾填词劝慰赵孟頫说：“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他认为富贵名利都不及自由更可宝贵，不及驾一叶扁舟吟风弄月来的痛快。延佑5年，管道生病逝，相濡以沫的夫人离他而去，
赵孟頫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期间仁宗、英宗数次召他赴京，但此时的赵孟頫早已是心力交瘁，根本无心于朝政了。1322年的六月，赵孟頫无疾而终，享年69岁。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到后来的明朝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我觉得赵孟頫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这过渡人物呢，能够在少数民族统治这样一个时代，能够使传统的这种汉族书法发扬光大，尊重传统，我觉得他这个路子走得非常巧妙。干什么呢？他复古。复古干什么呢？以复古来创新。赵孟頫书法的温雅秀润是前无古人的，后人称其肉不没骨，筋不外透，虽姿媚一发而波澜老成，譬之风肌玉环作霓裳舞，谁不心醉。赵孟頫书法是秀润之美的典型，如同王羲之书法的中和之美，颜真卿书法的气格之美一样，是无与伦比的。赵孟頫作为元代地位最为低下的男人，却能够官至一品，名满四海，这在元代历史上独一无二。尽管如此，痛苦而压抑的心态依然伴随着他的一生，使赵孟頫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是由于赵孟頫的出现，元代的书画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大汗的铁骑征灭了南宋，赵孟頫则以优秀的汉文化艺术征服了大汗的子孙。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了心火不灭，古法不失。对于这样一个呕心沥血把一个文人的微薄之力发挥到极致的人，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呢？一方面，他作为啊彪炳千秋的一位书画大家，他的确他的书画的艺术是彪炳史册的。作为元初的一位大家，他是领袖性的人物啊，开启了元代的画风啊，他是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的美术史上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人物。所以一方面他受到了后人的尊崇，但另一面呢，他也遭到了后人的这种挤骂、挤抑和诟病，原因就在于此。我想这个问题呢，就是按照中国正统的思想，忠君是吧，忠于一个王朝啊，而不做忠臣不是二主，作为这么一种思想意识的民俗思想的这么一个流露的一个牺牲品，赵孟頫有悖于这种民族心理，所以他遭到了这个怎么说否定或贬损。在赵孟頫身后700多年来，他的声誉一直受到损毁，他的书法成就也一再受到贬低和忽视，他的历史贡献被打了折扣。这一切无一不是和沉浸在中国文人血脉当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密切相关。西汉时，司马迁因为替传说投降了匈奴的李陵辩护了几句，便被处以宫刑。在封建社会中，这是比砍头还难以接受的刑罚，它的目的是让人在精神上受到无以复加的奇耻大辱。于是就有人认为司马迁不应该苟且偷生，因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司马迁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之所以忍受了这种比死亡还要难以忍受的痛苦，就是因为那部流芳千古的鸿篇巨制《史记》在召唤着他，他以个人的屈辱换取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赵孟頫同样是在个人内心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忍受着世人所无法理解的心灵折磨，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在元代
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由于他的作为，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同样树立起一座丰碑。曾经对赵孟俯深恶痛绝的傅山，到了晚年对赵孟俯的评价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秉烛》一诗中写道：秉烛岂长叹，其人想断肠，赵思真足奇，管悲亦非常，醉起酒有酒，老来狂更狂，卓伦于一笔何处发文章。令傅山在深夜秉烛长叹，辗转难眠，他思念的人到底是谁呢？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正是赵孟俯。诗中用足奇、非常这些词汇，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赵孟俯的敬佩。这时的傅山开始理性地看待赵孟俯了，也许是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巩固，明亡的历史不可更改，也许傅山也意识到薪火相传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时的他也许才领悟到赵孟俯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于手中的管笔之上，是多么难能可贵。